美国国安局连伊斯兰教可疑分子爱看哪种 A 片都要管。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反恐大战不放过任何机会，阻止伊斯兰教可疑分子的一切活动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源，国安局包商前雇员史诺登说，国安局已经走火入魔了。报道说，国安局有在监视恐怖分子支持者爱看迷片的习惯，打算借此破坏他们的形象。我们真的很好奇，这些情报人员要怎么向支持者解释自己爱看哪一位的 A 片呢？